大家好，我是李芳老师，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必须了解的中国文化。这节课我们来学习中国功夫。中国功夫是中国人民经过千百年的历史积淀形成的宝贵的文化遗产，它所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，跟中国的哲学、宗教、文学等有着深远而密切的联系。在这一讲，我们主要介绍中国功夫的起源、主要流派与功能。说到中国功夫，你会想到什么？你觉得什么是中国功夫呢？我们先来看一个视频。视频中我们所看到的动作和招式都属于中国功夫。中国功夫是中国传统武术的别称。我们都知道，中国所使用的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，也就是说，通过分析汉字的字形特点，我们或多或少的可以看出它所隐含的意义。下面我们就通过分析“武”这个汉字来探索中国功夫的起源。武由两个部分组成，一个是指，是脚趾的意思，用来指代人；一个是戈，戈的意思是武器。一个人拿着武器去做什么呢？对，去打仗。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，武术最初是起源于战争的，但是战争并不是武术的真正目的。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，我们说上武平天下，中武安身心，下武防侵害，平天下安身心防侵害才是武的根本目的。中国功夫在发展过程中衍生出了很多流派，每个流派都有自己独特的技法和风格。这节课我们主要介绍少林派、武当派和峨眉派功夫的特点。首先，我们来看一下少林派功夫的特点。从视频中可以看出，少林派功夫的特点是力度大、攻击力强、刚劲威猛、攻防兼备。少林派因为出自河南嵩山少林寺而得名，是中国分布范围最广、历史最长、拳法种类最多的一个武术门派。所以也有"天下武功出少林"的说法。第二大流派是武当派。同样，我们先来看个视频，请你想想，它和少林派的功夫有什么不同？
从视频中可以看出，和少林派相比，武当派功夫的特点是更稳、更柔、更静、更慢，它讲究以静制动，以柔克刚，偏于阴柔，注重内功修炼，所以有外加少林，内加武当的说法。这种特点跟武当派产生的背景和地域有很大的关系。武当派出自于湖北的武当山，武当山是中国著名的道教名山，道教讲究天人合一，阴阳相合，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，自我身心的和谐。和是中国人倡导的为人处事的理念，凡事都讲究以和为贵，倡导个人性情的和顺，人与人关系的和谐，世界各国的和平共处。最后，我们来看一下峨眉派。峨眉派起源于四川峨眉山，在西南地区独占鳌头。从视频中可以看出，峨眉派的功夫介于少林派和武当派之间，一刚一柔，内外并重。在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中，中国功夫逐渐形成了两个主要的发展方向，或者说两种主要的功能。第一种是用于竞技搏击，第二种是用于强身健体。中国功夫最初是起源于战争的，这是中国功夫用于竞技搏击的体现。但中国人倡导和谐和平，强调以和为贵，所以功夫发展到现在，其竞技搏击的功能已经逐渐弱化了，只是在武术比赛中比较常见。除了竞技搏击，功夫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可以强身健体。从古到今，这一点都十分受到人们的重视。东汉末年，著名医生华佗创立了五禽戏，就是通过模仿虎、鹿、熊、猿、鸟五种动物的动作来保健强身，这是五禽戏的主要招式。现在如果早上你去中国的公园，就能看到这样的画面，很多人通过练习中国功夫锻炼身体，太极拳、太极剑、八段锦是现代人们常用的健身养生的方式。中国功夫我们就介绍到这里，我们了解了中国功夫的起源、主要流派和功能，必须了解的中国文化。再见。